要甲龙色新建零测零入入法，要伫个诶农地新建浓缩办法内底啦。啊，恁知吼，农地新建浓缩办法是农化条例的涉权，所以这个定了以后，等于有它的法律地位啦。有可能的是讲，宜兰县政府原本有定一个40%，就是讲伫农地40%内底，所谓的新建农舍审查啊，基农业设施审查作为要点。好、哦，咱宜兰县政府即马是依照这个审查作为要点吼，伫、哦、啊伫审查啦。啊，农友啊，确定甲这个办法定出来了后。刚才讲了，他已经有法律的涉权，所以这对咱宜兰就是农业乡，特别是环境较好的宜兰县，这个农地使用也是讲农地价值是有真大的冲击啦。所以民党团啊，特别是我个人吼，坚决的反对啊，农业用地新建浓缩办法零测零入日化。